1981年香港小姐亚军钱慧仪在27号发声明承认和大生银行后人马清扬离婚，结束27年的婚姻。在声明入面，钱慧仪叫大家以后不要再叫她马太。据指马清扬曾经在2018年爆出同一个乌克兰的模特儿挞着，而钱慧仪和马清扬的离婚消息一出，那位乌克兰模特儿刚刚更新社交平台限时动态，她躺在床上并且用了深深的滤镜。